由台湾雷亚游戏制作的音乐游戏 Cytus 推出至今即将届满七周年，而将游戏重置移植至 Nintendo Switch 上的 Cytus Alpha 也终于在最近公布了游戏的上市时间。Cytus Alpha 不只收录了一代超过200首以上的歌曲，在视觉、界面与剧情的表现上也都重新打磨强化，甚至之前胎死腹中的街机游戏 Cytus Omega 也以幻之乐曲 Chapter Omega 的形式收录在其中，让玩家可以体验由台湾、日本的顶尖创作者所谱写的各种乐曲。除了玩家熟悉的单人模式之外， Cytus Alpha 也预定推出线上对战的模式，粉丝们千万别错过咯。